没有排队，有没有吓到？因为通常有快筛 CT 地方都有人潮，这样。可能是因为这个不用健保卡，而且这个单价比较贵啊，啊，一支要180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来买。这个药局只有几十个号码，我怎么排得到？他这种找这种比较贵的才买得到啊。他会觉得说一个人只能买一剂，真的有点太少了。对啊，当然了，嗨，啊，每天都用掉一个，啊，每天都要来排。对啊。但是因为今天这边没有排队，有没有吓到？因为通常有快筛 CT 地方都有人潮，这样子。可能是因为这个不用健保卡，而且又单价比较贵啊，本来一支要180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来买。对啊。家里面有小朋友或长辈，你会想要多备一些来保护他们的？想啊，一个人想多买几剂，但不行啊，就一个人只能限买一剂而已啊。